建华参加的快乐大本营放出了预告，他这几年没有上过什么综艺节目，这次也是为了自己的信息宣传。出现在荧屏上的霍建华肉眼可见胖了好多，也没有之前好看了，也没有感觉，气质都变了。网友说像前锋吗？前锋现在长成这样了。还有网友说黄磊吗？怎么回事？2015年霍建华上快本宣传电视剧花千骨时候是这个样子的，脸上棱角分明。现在的霍建华要是请一个修图师，可能都修不到四年前的水平。男明星结婚之后幸福费真的不少，像霍建华结婚几年，整个人的体型变了好多，现在的他是霍建华 plus 版。黄磊没结婚之前也是风度翩翩的帅哥，结果现在也变成有点发福的黄小厨了，可能这就是幸福肥。霍建华这场快本专场要宣传的电视剧大约在冬季马上就要播出了，期待他在新剧里的表现。